您或许感觉自己很健康，但是可能并不知道早期肠癌已经出现。肠癌是澳洲第二大癌症杀手，没有症状或家族病史也可能患上。50至74岁的人士每隔2年就会收到一份免费家用筛查检测包，拖延检测等于任由肠癌发展。但是如能及早发现，肠癌治愈率可以达到90%，筛查检测或许可以挽救您的生命，立即行动起来。